你看哦，有那个好像是电动的，那个好像用那个应该是锂电池的吧，电动的那个消防的，有一点像消防的那种机器人。那这个机器车，消防的那种机器车，然后放大一点。电动的，这应该是电动的，不错。这车辆越来越电动化，也越来越自动化，缩小。哦，你看它会洒水，嘿嘿，不错不错，这个蛮好。洒水洒到那边，整个都水雾。这是1:1的哦，超级震撼。哦，消防水柱它可以喷很高啊，那个是不是应该是机器消防的那个，它的自动洒水，棒啊！把它放大2倍，你看这个。哦，它自动洒水，洒到了整个水雾，收回。啊！哦，你看，嘿嘿，哇，那个自动的那个，这个好像是洒水消防的机器人。机器车啊，蛮不错的。OK。